大疆呢，终于出便携的小型无线麦克风啊，DJI 麦克 mini，它有多小？对比下 DJI 麦克的一个发射器、胶器、充电盒，重量方面的 DJI 麦克 mini 呢，也是做了极致的减法啊，真的是便携很多。就外出拍摄呢，一个充电收纳盒呢，就可以解决啊这些设备的收音需求啊。呃、啊，像三点五毫米的连接线、防风毛衣啊，都可以收纳到这个充电盒里面。 麦克风佩戴呢也更加的无感，我自己呢是非常喜欢啊，在保证产品质量功能的同时啊，产品尽可能的便携小巧。 啊，无线麦克风做小也就意味着，相比较这个 DJI Mic 2这种全能的麦克风啊，会做一些取舍啊。像 DJI Mic Mini 的一个接收器呢，它就没有 DJI Mic 上的这种可触摸的屏幕啊，一些功能的操作调整的时候呢，是需要连接大疆的 APP 呢来实现、啊。那对于一些需要经常去调整麦克风参数的这种偏专业的使用场景来说啊，会稍微有些不方便。 不过，其实，在我的实际使用中啊，默认设置呢也是足以应对绝大部分的这个常用的场景啊。接收机上呢取消了这个耳机监听的接口，就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毕竟现在大部分的这个相机呢，其实都有这个耳机监听接口啊。那这里呢也保留了这个增益的一个调整波轮。那这里呢是可以切换这个手机的转接的配件啊。 那这次标配呢，只提供了这个 C 口的一个手机的连接配件。那如果你需要老 iPhone 的那种 Lightning 的接口配件的话，需要去另外购买。那有点遗憾的是，DJI Mac 二上的这个索尼的热血转接键啊，它没法在这个 DJI Mac Mini 上使用啊。希望后续呢，大家能出一个啊适配 DJI Mac Mini 的这个索尼热血转接键啊。 发射器呢，因为比较小，它只保留了这个开关机键和这个配对的按键、啊，取消了三点五毫米的音频接口啊，它不能去外接的这个领夹麦。安装呢，提供了这个背夹呢以及磁吸的安装。那我觉得这个默认背夹的这个设计啊，要比我之前用过的一款小型麦克风啊，这个背夹的这个是磁吸的这个要合理一些啊。 毕竟固定的背夹用起来让人感觉会更稳啊，特别是在一些呃佩戴者有高速移动的这个场景的需要啊。不过大疆的麦克风呢，这个磁吸呢也是一向很紧的，就像这种抓绒衣呢，它也是能够很好的去吸住啊。音质方面呢，这期视频呢就是用 DJI Mac Mini 呢来收音的啊，大家呢可以听一下这个 DJI Mac Mini 和 DJI Mac 二的一个区别。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 行香远，搞不叫，性乃迁。就我个人的感觉是在音质方面，两款麦克风呢没有太大的区别、啊。DJ 麦克 Mini 它并没有因为体积小而缩水啊，保持了这个 DJ 麦克的一个一贯的水准啊。短按电源键呢，它可以开启、关闭降噪功能啊。侧面呢有指示灯的提示、啊、降噪方面呢，DJ 麦克 Mini 呢也是有两档的降噪效果，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效果。 哎，hey, 大家好，大家现在听到的声音呢是啊没有开启这个麦克风降噪的声音啊。哎，大家好，大家现在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啊这个弱降噪的一个效果，大家可以听一下现在这个收音效果怎么样？啊？大家现在听到的声音呢就是强降噪的一个声音啊，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效果怎么样啊？那两档的降噪效果呢都还不错啊。强降噪的情况下呢，这个声音会有点闷啊，建议大家尽可能的在这个安静的环境下收音啊，或者是使用这个弱降噪的这一档效果。 基本上是可以应对绝大部分的这个环境噪音大的情况。那这次 DJ m i c Mini 呢还保留了安全音轨的功能啊，跟 DJ m i c 一样，在主音轨的这个基础上以，以负六分贝的这个音量录制第二条音轨，那从而有效去防止这个音频爆音啊。不过呢，这个操作呢是需要在后期的剪辑软件中呢去调整来实现。那这次 DJ m i c Mini 呢还新增了一个这个自动限幅的防爆音的功能，那默认是开启的。 就可以在 APP 里面关闭。那这个功能相对于安全音轨来说呢，对新手更友好。传输距离和稳定性方面，我也做了实际的测试啊，跟 DJ 麦克的表现是差不多的，七八十米内呢是很稳定的。距离再远呢，就因为背对测试的员工嘛，这种 2.4G 的无线麦克风受这个阻挡干扰呢还是很明显的啊。不过在实际的这个拍摄使用中啊，几十米的这个稳定传输呢也是足够用的啊。 续航方面呢，这次 DJI Mac Mini 呢，并没有因为体积小而缩水啊，甚至是要比 DJI Mac 二的这个表现更加的出色啊。就官方的数据呢，加上这个充电盒，整机呢是可以使用四十八个小时，远比 DJI Mac 二的一个十八个小时是更耐用的。DJI Mac Mini 的接收器和发射器的单续航呢，都超过了十个小时啊，也足以应对啊各类的一个使用场景，那甚至是一些高强度的直播。 那另外，这次 DJ 麦克 mini 呢，依然可以很好的支持这个大疆拍摄的设备啊。那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点啊，大疆的 Osmo Audio 生态的连接、啊、发射器呢，它可以不需要去接收器啊，直接无线的连接 X5 Pro 和 Pocket 三，一个麦克风呢就可以解决几乎我所有设备的收音需求。另外呢，手机呢它也可以无线去连接发射器啊，不过呢是蓝牙的连接，音质相比大疆自家的这个设备互联呢会差一些啊。 那如果你只是大疆的阿克星四、x 克 n 五 Pro、Pocket 三的用户的话，这次大疆呢还推出了单发射器的套餐啊，价格呢是更实惠的。就最后给大家来做个总结啊，就我觉得 DJ 麦克 Mini 啊是大疆无线麦克风领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啊，就砍掉了一些偏专业呢以及使用率不高的功能。 很好的去控制了这个体积重量，带来了不错的一个便携性。相比较 DJI m a i c 我自己呢其实是更喜欢 DJI m a i c Mini 这款产品的，所以也更适合我个人的一个日常的拍摄习惯，就更轻便的设备，简单的工作流程啊。除非是更为严谨和专业的拍摄场景啊，就我首先会考虑 DJI Mavic、啊、这种设备。那更多的时候呢，呃，像是我拍自媒体的视频，还是我更愿意去使用这个 DJI m a i c Mini 啊。 就有时候我们其实不需要啊，太过专业的设备啊，就适合自己呢，就是最好的。OK，那本期的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下期再见，拜拜。